什么事儿？明天说了，我要是没人叫。找我干嘛呀？找错屋了吧？晚安，老焦。注意安全。 找我们老板汇报点工作，刚想起来。我刚好要找招弟说点私事，突然想起来。哦，那你忙。啊，我忙。8360吧。8360要。 你咳嗽了，陆胜男，你又才来，就等你了。三缺一，你叫我来就这事儿？麻烦，盛男，快点的，别在门口磨叽了。料都对，就是少点感觉。这个甜品它讲的是恋人分开时候的心情，你这个里面它没有一点带我走的感觉，反而是有点放我走的感觉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苦啊！不是，你想，咖啡跟可可本来就是苦的，我吃过的提拉米苏它也是苦的呀。 糕点师傅的心情可以直接影响到所做的糕点的味道。那就对了，分开的恋人内心本来它就是苦的。不对，热恋中的情侣不得不分开的时候，内心不是只有一味的苦的，而是一种难舍。 不就是重做吗？说那么一大堆，还怪我一嘴口粮。妈，你别过来，你这……好做，你别给我评。嗯，哎，在干嘛呢？吃午饭了。吃过了，现在在教大喇叭做蛋糕呢。什么蛋糕？提拉米苏。我现在有点后悔了，我后悔那天晚上不应该叫那么多朋友来。 更后悔那天晚上不应该让大喇叭他们进我房间打麻将，应该只有你和我两个人。我想你了。好了，我要开会了。 陆总，怎么样？肉豆蔻的味道还是少了一点，我建议你换成牛肉高汤再做一次。妈，局长。
顺时针搅动啊。喂，盛楠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爷爷突然晕倒了，已经送到医院了，你快点过来。哦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大老爸，我爷爷晕倒了，要去医院，我先过去啊，有事打电话联系我。好，你放心吧。哎，注意安全。王阿姨，怎么样？我爷爷怎么样？不知道啊，从进去到现在都一个钟头了，到现在都没出来，真的急死人了。医生。啊，顾保国家属在吗？我说是。啊，病人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期了。现在什么情况？病人的冠状动脉堵塞严重，暂时已经处理好了，但是需要留院观察。这样，你赶紧去办一下这个住院手续。我们接下来啊，有主治大夫专门负责。好好好。王阿姨，我先去办了，你在这守着，快去吧。病人没有什么大碍了，等他醒了以后，把这个药给他吃了，然后记得把住院费缴一下。没交啊？问一下，咱这个房间多少钱一天？1000块钱一天。隔壁那叔叔只给挂号没给交钱呗，你心咋这么大呢？怎么办啊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嗯，别着急啊，楠楠。嗯，搬。搬。爷爷。叔。爷爷醒了。你感觉怎么样啊？这是哪儿啊？啊，叔，您昏倒了，我们给您送医院来了。医院啊？要这么大的房间呢？对，可大了，这是楠楠专门给您订的 VIP 房间。VIP， 还是丫头孝顺啊。给爷爷住 VIP， 爷爷没有白疼你啊，没有白疼你们。你们要搬去哪儿啊？我们是把您推进来。小心，小心。爷爷，刚刚医生说了，您醒了之后呢，我去找一下他，我去找一下医生啊。啊，去吧。我陪楠楠一块儿去。老九，干嘛？之前检查已经花了很多钱了，现在住院吧又要花这么多钱，而且爷爷又是外地就医，所有钱都得自己掏。我去哪儿搞这么多钱啊？而且，我又不想麻烦陆晋。说的对，楠楠说的太对了，有骨气。别有什么事就管他要钱，咱娘家有人，不就是个 VIP 病房吗？让我叔踏实住着。楠楠，这卡里呢还有点钱，先垫上。拿着。No， 这个钱是我借你的，有钱还得还我，啊，拿着吧。密码37338。哦，对了，千万不要告诉。怎么了？懂事。好了，我叔也醒了。你去陪他吧，有事我打电话啊，走了。
小天下，这儿啊，这儿。盛楠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来进货。今天不上班？上，进完货就去上。今天货新鲜吗？新鲜，保证你新鲜啊。谢谢啊。挺沉的啊，慢点啊。来，下面。Yes， 蓝妹妹。早啊，别回来了。哎。我听说李姐怎么住院了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快出院了。那个好，你看你这不容易，天天都忙。那中，你先忙吧啊。慢点，走吧。过来，霍老板。来了啊，来，下下。那不去了走啊？我不会骑这个车，我怕出去了危险。哎，等一下来，老板，车我看一下啊。好的，好的。你装去，我送你回去。你装装装装，我送他。你装装。谢谢曹总。做好了吗？行。走走走。哎，你能不能啊？我不能。你不能我能。走了啊。吴阿姨，待会儿还得麻烦你去医院看看我爷爷啊。好，你就放心吧。从昨晚忙到现在，你赶快歇一会儿吧。我来不及了，我得回酒店。对了，那个中午，我直接从紫金给爷爷带饭过去，先走了啊。哎，路上当心点啊！知道了。哎呀，这孩子太辛苦了。盛楠，哥哥，我来。程总已经给你请好假了。请假不得扣钱啊？来，干什么呀？爷爷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准备做支架手术了。那拿着，不要这，你不要，你拿着，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一点小心。大王啊，太大来了。这里出了点状况，可能一时回不去了。你还好吗？最近工作累吗？Thank you.